保持总国毅力，缺乏卫生艰难，如来亲如圣迹，如意宝珠恆隨，今生来世随业吧，不由己应生难。宝珠在咱的身躯里呐，咱现在唔知知呀，唔知过去。从无始无始以前，咱就已经已生俱来呀。原本人人本有真如本性，法啊，道理呀，真的已生俱来啦。人人应该都本具，应该都会当了解，偏偏咱凡夫体会未到天地宇宙万物的道理，咱拢总是生生世世安尼呢，疏忽掉去啦。无定着，咱已经所了解的道理，但是咱拢是安尼，道理迈不去，这凡夫的心嘛，就是烦恼无明，一直不断不断牵引着咱。进入了一份糊涂无明的道路，其实啊，周围都是光明的。咱定定一句话讲：烦恼即菩提，无明的反面就是光明。但是咱拢总一直沉溺在烦恼，沉溺在无明。咱的菩提啊，光明的道路，咱就是安尼去疏忽掉去，无有向这个路径。这就是咱来凡夫，所以苦，所以。所以由不得自己，所以真多啦，就是安尼真多的因缘啦，所以流落在受生六道的内底呢，啊，无奈呀，人人。都有安尼的宝珠，藏固伫咱的心灵，伫咱家己的意的内底，已经包深深伫内底里咯。啊，偏偏呢，咱就是敢那缺乏卫生感染，欠迄个方法啦。咱若探手入衣，就会当摕到珠起来啊！啊，咱就有这粒珠，就会当无影啊！那人人本具的真如智慧、觉海，人人都有，但是咱确实呢，却会袂记得起啊！深藏啊，深藏在迄个地球室的内底哩，啊，这个八识的这个业力啊，敢那伫外面安尼演呐，
外面的境界所造作的呢，就是安尼归纳伫这个第八识、七识、六识啊，甲五根啊、五识，安尼外面啊不断演，这种卫生，它伫要生活啦。干那靠着外面五根啊，沿外面的五定境啊，六心呢，去伫迄个所在。我想爱这，我想爱彼，这外面真辛苦啊！这种缺乏了丰富的法。确实呢，敢那徘徊伫这个小乘法的内底呢，咱明明会当心包太虚啊，两洲三界天下众生，咱会当包容一切，会当为天下众生付出。咱的法真丰富啊，确实呢，偏偏咱敢那伫独善其身，守伫家己的生活，逐天为着生活啦，偌呢真辛苦呢。尽管社会啊，真侪富有的人。有力量的人，一轻轻一挥一个手，都会当呢帮助真侪人。有形的物质啦，伫凡夫呢是永远都是无够，还是亏欠嘛。尽管伊富甲天下。确实呢，在凡夫的心灵还是亏欠，那因为呢，伊内心就是无法啦。那有真理呀，有法啦，了解人生啦，端正啦，了解人生无常，了解呢，这。天地人间一切都是人的共业所汇合，这些道理若拢了解啦，应该就会当用法起在人间。用在人间，为人间付出，也有的人虽然不是有钱，可是已经愿意去付出。不只是愿意付出，鼓励人人付出，不只是在鼓励人人付出，伊也阁是。见闻随喜，这呢就是法，法充满了伊的心，伊的心开阔，伊的心会当成就一切。但是有的人富有，不只是唔肯做，看别人做无欢喜，有的人。不只是家己唔肯做，也阁是生灰暴，这呢，拢是欠法的人。啊，总共啊，法的道理啦，哪会当通天啦？无有做未到的代志啊，真如如来的真如性。其实人人都本具啊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
这个善心善的性，大家人拢总有，因为呢，道理是永远存在，天地人间，道理永远都存在啊。如意的宝珠是永远都随着咱啊，随时都会当应用。天地人间，我若是无钱，有人有困难，啊，我会当发心啊，来去甲大家人讲，那大家人的力量来汇合，共同呢来去付出，这敢毋就是如意珠呢？我要付出，我的力量阁无够。我会当搁再用大家人的力量，力借力，安尼呢，人人的力啊汇合起来，就会当去帮助真需要，尤其是呢需要大力大量付出，有灾难、有困难等等啦。天地之间，只要有人愿意去呼吁啦，只要有人愿意汇合啦，也这个因缘啦，这力量大，做起大事来呢，无困难啦。所以这也是如意宝珠，无一定讲咱每一个人家己。一个宝珠之意，是人人都有啊，这叫做道理，人人都有的道理。这个人人的道理呢，从心提出，力量合化，这就是咱今生嘛拢做得到啊。所以今生来世随缘，一世人。咱会当尽咱的力量，照动大家人的力量，甲人人的力量啦，往一分呢善啦，善的力量汇合啦，破出了一条菩提大爱甲友情之道，这呢今生。来世，这个道理永远拢存在啦，所以不由己啊，应生难啊，咱凡夫都是安尼，家己唔肯去做啊，家己就是有感觉家己还阁亏欠的真多。所以感觉呢，就是人生艰难，真多人间会当做的代志啊，比如讲，对啊，那医疗系统里有一个叫做骨髓资料库，啊，咱有偌尼多啊，劝水菩萨。完全伫咧保护这个骨髓资料库的菩萨啦，因为世间有安尼的病，叫做白血症。啊，这人若是有这个白血症啦，到目前为止，医疗啊，无有药，无有其他的方法。唯有呢，就是爱用健康的人，迄个骨髓，吼，应该即马就是讲周边血也可以呀、啊。伫迄个血的内底的精髓啦，安尼健康的精髓提来关乎已经造血功能失调的人。健康人的做法的
功能啦，这骨的精粹吼，血的精粹啦，那会当移过去吼，另外一个人的身躯有病的人，伊若得到这个物件，啊，在伊的身躯的内底，自然啦，这个血粹功能就伫迄个病人的身躯里，都发生效用啦。伊这个功能就会当做火啦。咱人呢，袂用的欠火啊，这火是咱身体呢循环啦，一结果呢非常重要的，就亲像大地需要水。咱身躯的内底呢，迄个血管啦、血管啦，不管是粗幼，血管啦，拢是爱有这个血的循环。那有幼干呢，啊，毛细孔的真幼的迄个血，当好破印和咱规身躯的皮肤、头发等等啦，无不都是爱血液循环，这些偌呢重要。一旦呐，这个造血功能失调啊啦，那都爱依靠呢，有安尼现在医疗发达，但是唯有会当救的是健康人，也这个骨髓安尼来移植。啊，为着要救人啊，咱也已经呢做一个资料库，因为要配对啦，是伫几十万人的内底才会当配对到，寻寻觅觅哦，要去配对到。一几率十万分之一啦，所以咱都爱用真大的资料库，咱都不断来去宣导，请大家人来体会，那体会来去建立这个资料库，当然过程啦，爱真多吼，那建立起来了后，有人有需要啊，就来找啊，来。配对，哈几十万人啊，一来得无定着会当配对着一个、几个人，但是呢，这是几率真少。那故事就是安尼开始啦。第五百啊，有一个年轻人，十四岁啦。姓刘的家庭啊，单独一个囝，足可爱啊！到十四岁呢，已经初中三年了。忽然间呐，就是发现着将伊的脚，哪会安尼乌青？啊，这个乌青啦，烟灰呢，慢慢规身躯啦，啊，都破片啦。就是安尼滴乌青，赶紧啊，带去看医生啊，将武汉的大病院呐、啊、看，后来呢诊断就是白血症啊，哦，晴天霹雳啊！这个家庭啊，唯有这个囝，老爸母呢就讲，就是倾家荡产呐。那一定要把这个囝医回好，啊！伫武汉安尼直直找啊，嘛是爱有这个骨髓移植哦，但是寻寻觅觅，配对困难啦、啊。家产呢，家财唔是真多啊，开始呢就媒体，请大家人来帮助啊，社会人啊。也大家人来捐钱，也捐出了二十几万，要来治伊个囝个病啊！但是伫迄个所在，日子是安尼过，
这血影呢，骨髓是安呢，遥遥无期呀、啊，从安呢呢开始来北京啦。从迄个二十几万甲伊个家庭总轻轻个隆重呢，陪着囝来到北京，北京个病院啊，还是同款呐。寻命都是难，所以就甲讲，你不如向台湾求。后来就从北京呢个病院来到台湾配对。幸运啊！在几十万笔的内底呢，配对到四位啊，这四位呢，其中有一位啊，是咱主持人的家庭啊，张技师吼，桃园区啦，夫妻呢，组成甲委员啦，查某囝呢是自称，伫咧配对的中间。查某囝配对到啦，这位祖亲呢，真欢喜，愿意呀，爸母搁较欢喜呀。张技师啊，听到现在配对到的是家己的查某囝，查某囝欢喜愿意呀，所以他就马上联络，就马上呢做这个。观测的动作，所以短短的半年的内底啦，完成了呢移植两岸啦、啊，台湾到北京吼、哦，那各有上骨髓的人吼、哦，那安尼呢，就是观骨髓、上骨髓到北京去，那这个囡仔呢？已经得到这个骨髓移植，虽然呐、啊，有一点点啊的排斥，但是病院呢真用心照顾，好啦，来互相相见欢的是、啊、这个年轻人呐、啊，大学毕业了后就业呢是会计师，伊讲。梦寐以求都是要来见这位呢，救伊的命。诶，因人啊，原来呢，见面才知影差五岁啦，是姐姐。而且呢，在伊的想象中的是真水的一个查某囡仔。哦，真正果然呐、啊，就是。看到这么这漂亮啊，不只是人水啊，心这么水啊，两个人呢互相见面啊，姐弟相称啊，就这样，安尼呢，一个美满的代志，伫无数人一条中安尼完成啦、啊。看到迄个画面是足温馨的，你知影无？这就是爱照着真侪人的力量啊！人人心中都有宝珠。咱这位祖先，他这粒宝珠啦，老早呢，他就已经开发出来了，伊是祖先。伊了解真济法，伊愿意救人，一点啊都无怀疑呀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伊足欢喜的，愿意付出。这个资料库的内底呢，是几十万人的爱心在内底啊，建立到现在二十多年啊，这个资料库呢。四十几万笔的资料啦，已经呢救了四千多人的性命。想看，这敢不是道理存在大乾坤呢？大乾坤啊，装着宝珠啊，随处都有哦。这就是叫做真理，
这叫做法心理，心理呀、啊，这物理呀、啊，通通呢都是无离开呢这个道理，哈、哦，无离开真理，大乾坤所含过的法，噶人的身体呢所含过着的法，人的心理呢所含过着的法。这呢是天地之间呐、啊，那只要咱知影，咱发现呐、啊，咱绝对呢会当好好应用，是如来真如性机，好，那永远这个真理啦、啊，天地万物啦、啊，定定都是具备着这个道理的咧。如意宝珠恆隨，合一个配对会到姻缘呐，汇合会到啦。十几万人的姻缘汇合到的其中之一，这呢，这都是过去生的因，今生的缘呐。所以讲起来，如意珠啦，如意的宝珠是恆隨吼。咱的姻缘拢定定是对调的啦，今生来世随业，哈，今生有这个缘呐、啊，来世呢应该也有安尼呢，也这个善缘福业啦，也咱若无呢，不由己啊，应生艰难，欠了这个道理，伫心灵呐、啊，外面真多的真理。播种，咱都是得未到啦。这是咱家己的内心，这个播种，那得到，咱就会当头应用天地万物啦。的播种啊，是不是真丰富呢？咱的内心欠了这个心量啦，那咱就应生艰难咯。大家人呐，会当了解这个道理啦。应该呢，咱这真如本性，咱都无困难发现吼。那日日咱都伫咧用啊，来看看正面的文吼。今以世尊前呐，诸慧诸故救，以无量佛宝得消灭凡分。如无地无人啊，便自以为足。啊，咱过去都是安尼啦，干那顾家己念念，无想着别人。所以啊，咱的知识、意志力拢真薄弱啦。所以现在佛陀甲大家人开示啦，五百比丘。清楚啦，所以伊讲，譬如贫穷人呐、啊，往至亲友家，其家心大富啊，其实自傲先，以无价宝珠下着内衣里，灭伊而下去，是我不觉的啦。就是安尼注意啊，去到亲友家食一顿饱，搁伫迄个所在注意啊，醒起来呢，嘛唔知影讲伊个亲友何伊个物件，伊会当去无伊啊，会当呢，真过着真富裕，但是伊就是唔知啦，所以人生艰难吼，这就是过去。伫咧忏悔过去，佛陀的教育啊，这大乘法呢，但是因还是呢无清楚、无了解啦。下面接落来这段文再讲：世人记忆起啊，游行耶他国，求衣食住者。自性心艰难，得消遍
为足，敬不愿好者，不觉内义理，犹无假宝尊。啊，这个人啊，已经起来了，开始呢，往外游行啦。因为呢，予伊补助的人有代志，已经离开去啊。但是，家己精神的时，啊，搁在呢，往外面行吼。那所以，死而复生，这是譬如啦。一世人啊，就是安尼，懵懵懂懂啊，在黑暗中呢，好亲像夜游人同款啊，困啊，精神啊，懵懵渺渺夜游人啊，不知所踪啊，就是安尼，一世人过过去啊啦，所以呢，死而复生。一世人到底做啥代志？唔知呀。寿命已尽啦，死在复生啦，那犹如罪人啦，因为由不得自己，依报正报，甲咱生去伫倒位，咱阁唔知呢。那咱再阁再出世，出世了后呢，还是同款，随着迄个环境。随着业力啊，亲像呢，罪人啊，罪在无名酒的内底呢，还是搁在的无名的生活中过吼。但是呢，这犹如罪轻吼，那都亲像过去，这是一个譬如吼。那一世人搁过去啦，搁换一世人来的时呀，那就是醉醒，这个酒已经提下啦，开始醒过来，就亲像咱过去也唔捌法，但是听到法呢，咱欢喜，欢喜了后，咱要追求佛法，开始发心啦。发心修行啦，这呢名为起吼，那名字为起，这就是啊，咱已经知影看到佛法了解啦，欢喜啦，要接受佛法啦，这呢就是表示精神起来，开始要修行，安尼呢就是起而有行吼，就是安尼开始。就是修行啦，所以妄大失小啦。虽然啦，开始修行啦，唔过呢，妄大失小，咱对这个过去生啦，咱绝对呢是有依佛结缘过，佛陀来度过咱啦。大通智性佛方便教法，十六王子呢大法施教，这拢有甲咱教过啊。顶点劫以来啦，咱虽然是已经有受过大乘法的教育，却是呢咱忘失去，忘带啦，袂记哩啊啦。下代向小啊，所以咱拢一定呢，积在这个小我的内底呢，安尼干呐修小乘法，就亲像犹太国已经伫如来的家庭啊，也阁是游伫外面的吼。
亲像贫穷主啊，明明伫中者的家庭，啊，伊偏偏呢，拢伫外面啊，伫咧清扫，甲过去咱所讲的贫穷主的譬如共款呐，啊，他就是安尼，伫这个法的周围里呐。伊敢那伫安尼外面游啊，说，譬如游于他国吼，佛陀的教育直接的大乘法无接受着，还是伫外面，所以求意识自在，自性心甘难呐，安尼呢，骗取求法吼。明明法就是这么简单啊，干那安尼伫外面求，那庄严色心呐，自求涅槃不起化道，如彼贫者乞食住宅自生自己呀，是不是艰难吼？都干那安尼伫周围。啊，就是干那用这个身形讲我出家哦，啊，我伫咧修行哦，安尼呢，自求涅槃，就是消化啊，这种的这个消行的涅槃吼，啊，不去化道，无愿意走出人间啊，入灵群去吼。都无愿意安尼，所以如被贫者乞食住宅，就亲像贫困的人啦。伫咧乞食，虽然咱敢若讲我有伫咧修行，啊，但是呢，都是修小凡尔定啦。求一时呢，这种无搁再惹来烦恼吼，那断除了解呢，就即。面，吼、哦，这个干那知影，苦就是自来的原因。啊，我要灭除这个苦，所以我无爱搁再结缘呐。啊，我无有烦恼，拢总放下，干那到这而已啦。这呢，就是贫啦，就乞食住宅，都是干那求消现法，安尼了点，求一顿饱。下一顿腹肚枵，都爱搁再求来吃，就是安尼尔定，自生自己呀、啊，心为艰难吼、哦，真正这个法要提来应用呢，好亲像足艰难呢。咱拄只唔是讲过，天地宇宙之间充满了法啦、啊，咱会当借别人的力量来帮助人啊。这拢总是法啦，确实呢，咱家己拢唔知影，拢家己拢想讲，我的力量都无够，要安怎帮助人？那借力、施力啦，人人呢共同一个力，都会当帮助天下人吼。但是这台道理家己拢唔知啦，所以求意识自在，自性心甘难。那譬如呢？生死流转，他国中吼，那发心修行啦，无简单吼，极困苦吼，这一世人隔偌久啊，今生断烦恼啊，虽然来生阁也阁有因缘会当修行，但是呢，要讲真正大解脱、大涅槃呢，真正。也阁是真困难哦，所以不易啦，解脱无简单啦，困苦呢，哈，嘛是真极困苦吼。咱来即世人无好好蹲积资粮啦，来世人呢，想要修行嘛无简单呢，那得少变为少啦，更不愿好食。
已经得少少啊的物件，都无愿意讲要搁再出较大力，做较侪的代志，无愿意啊。所以呢，小性发中受持啦，便自以究竟为重。这就是以为小性安尼伫咧修行，还以为讲哦，我拢已经断烦恼啊，啊，大家人对我安怎？啊，我嘛袂啊紧啊，啊，我放下啦，我无计较啦，我以为安尼我都拢真满足啊，我以为呢，安尼法道理真空，我了解啦，但是呢，这当中是偏空，无真正了解真空，付出无挂碍啊，看看，那呢？自清在关骨髓出去呀，救一条命。伊家己呢，真欢喜，家己呢无减少啊，现在足健康个啊，伊心无挂碍啊，只干那一个欢喜，真欢喜个心。这是真正大圣法，这是真正一真空，但是呢，妙有。这发挥着妙有的良能啊，就几十万人的内底配对着，甲伊有缘啊，伫伊的身体去伫别人的身体呢，会当做伙的功能遮尼好，想看这敢毋就是妙有呢？人间的妙有道理呢，真多啦，却是咱呢有的人，好，我若管。啊，我身体会安怎无？哎呀，我后悔无爱管呐。真呢，干来去抽一个火，讲我已经有安尼的心，但是呢，到时阵唔愿意管的人嘛真多，这造成危险搁较大吼。所以讲起来，那大小性啊，只干那伫一个心态，小性法中受持呢。便自以究竟为重，就是我去抽一个花，安尼呢，我就已经啊有发心啊。到时阵呢，我无爱哦，吼，那唔知影讲吼，迄个准备伫要接受你的花，迄个人的性命，都亲像游戏，非常诶紧张吼。那是无人，倘我搁再呼伊啦，好。就生命就虚无咯吼，啊，伊拢唔知啦。所以讲起来，修行的道理甲世间的道理是拢种共款吼，更不好发大圣心，无愿意付出吼，后悔发愿的时吼，那到时我就是无愿意付出，那就以一心行。哦吼，啊，这就是咱凡夫的心嘛，就是唔知道有这个一心大道啦，真安全好，予咱行，干那修的小乘之涅槃呐，离分段生死，弥陀变现生死。小乘的人呢，伊干呐，修到分段生死，我知影过去生就是安尼的因缘，啊，来出生啦，
十二因缘道理我知啦，分段成数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未来呢？我这当阵唔好阁结攀缘，我会当断未来的因缘，以为是阿弥，但真的唔知影这个变异成数，干那知影分段成数，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亦唔知影一念心啦、啊。这个变异成数呢，这个法伊也无透彻，所以阿弥呢？非圆满之解脱，安尼唔是圆满的解脱啦。伊干那离分段生死的时候，怎样分段生死？安尼尔定，真呢是三性同作解脱之船。不只是小性爱怎样，中性也爱知，大性也爱知，爱怎样咱的生命呢？是过去现在。因属于未来吼，那这是小乘啊，叫做涅槃。伊个涅槃呢，就是到迄个离分段成数，大小乘拢应该知，知影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呀、啊。那但是也无有到达这个大涅槃，因为呢也未具足。迄、那个变异生死起心动念啦，咱也阁是同款，安尼伫咧继续起心动念，发一念心，后面阁再后悔，即种呢，大愿未当真真正正保持坚持这个定心啦，所以咱时时进进退退吼，那这就是也阁伫小心。也未到大乘涅槃的境界吼，所以也未执着啦，净小果啊，干那知影讲已经知啦，初果、这个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罗汉呢，以为讲哦，伊已经净果啊，伊唔知影这是小果啊，只是呢开始，互你了解这个。苦集灭道，甲十二因缘过去、现在、人生的来去，干那互恁知影安尼的定，真真正正爱做一个真彻底觉悟天地宇宙啊，与天地天体合一的大觉悟者，唔是到这为止吼，这是爱回向吼，但是。小果啊，干那一证悟，我干那啊，我已经证悟啊啦，所以呢，我已经得到果位啦，我涅槃啦，那我下当呢即证啦，所以呢，伊想要休息啊啦，即卖的人拢是吼，真早就讲啊，我要退休，我要休息啦，那这安尼的人生，人生。要生要活，啊，都爱动啊！那活动活动，要活落去，你都爱振动啊！真正修行呢，要会当断生死啦，自带涅槃啦，咱的觉性与天体汇合啦，那必定呢，爱无止境啦，不断保持着咱的定力。往前前进，行大乘法吼，那唔通讲吼，安尼我已经修行，我了解啦，我知啦，我要休息啊啦，是那安尼呢？咱的人生永远都是空过吼，这就是得小便为少啦，敬不完好者吼，不敢累依你啦，又无家补助。
亲像安尼的人，拢唔知影咱的宝珠伫倒位。不只是咱家己的宝珠，就亲像拄只讲，天地之间所有的道理呢，含藏这拢叫做法宝。那譬如做宝珠啦，这是无价之宝哈，不自觉啦，内部色心啦。有无价的宝藏在其中呢，但是呢，这个宝珠价值是至极啦，正价值无法度呢用数字去计算，所以叫做无价吼，这极数为无数，这足多足多啦，无法度去算，这呢叫做无数。无数的亲像幸福沙要安怎算啊？咱佛法定啊，拢讲如幸福沙，那就是无数。啊，无数呢，甲这个物件的价值啊，至高无上的价值，那叫做无价，无法度去计算你的价值有偌济吼。那这都是咱爱了解，咱天地之间呐。这个万法真理啦，哪有法度通去算计呢？无法度吼，不知啦。这三个内底啦，有这个宝珠，咱大家人拢真富有啊。确实呢，贫穷求意识，这就是咱人的颠倒啦。所以呢，亲像安尼，逐工逐工都是爱无生吼，爱无生啊。这下珠的缘吼，这。不是跟他说这样来接受这个教而已，其实我们要真知道教入我们的心，我们要发挥我们的良能，要知道真如一时性法，不是跟他听听这样就好啊。真正是爱真用心，伫日常生活中，唔是干那伫咱的身躯里，逐天干那讲吼，阿叔逐天拢讲主，啊，伫我家己的心里是对啊。咱人人本具佛性，咱人人有够佛陀当顶的智慧觉性啊，是这个觉性，这个觉性呢叫做真如。那这个真如呢？那是遍空法界啦，无不都是呢含藏着这个真如本性。咱若一透彻啦，真发现真理，那就是呢咱的内涵的宝珠啊，那就即生来，咱都拢有。只要咱会当接受一念之间呐，愿意呢去付出，那就是。咱的宝珠呢，咱发现到啦，呀，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嘛。